手工清洗甘蔗问题多多，一台机器横空出世，它能否大展神威？看机器能够挑战多少人工高手，它的极限威力又在哪里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乔洗甘蔗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我是主持人丁希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文华老师。彭老师你好，今天咱们要聊聊甘蔗哈。这甘蔗吧，这孩子们都特别特别爱吃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甘蔗，对对，而且我觉得这甘蔗扎在那里一竖啊，就像杆子一样，特神奇。而且看到这个，卖甘蔗的人拿这个大砍刀在那削哈，就觉得特别神奇。因为甘蔗呢，刚挖出来以后啊，下边有土，杆上呢可能还沾着一些那个枯叶或者腐烂的叶子贴在上边，也很难给它那个拿下来。所以这甘蔗呢，我们吃的时候它应该是干干净净的。榨糖的时候也应该是干干净净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的发明人很有意思，他发明了一台机器专门为甘蔗洗澡的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。甘蔗作为制糖原料，经过提汁、清净、蒸发、结晶、分泌和干燥等工序，最终被制作成白砂糖、粗糖等产品。但是甘蔗在进行制糖之前，必须将甘蔗外皮上积攒的树叶和泥土清洗干净。这天我们栏目组一行来到位于浙江省瑞安市的桃山，这里以出产皮儿薄质脆、扎松而软的桃山果蔗而著名。本以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茂林丛生的甘蔗，但是眼前平坦的庄稼地却让记者感到了疑惑。你好，干活呢？哎，干活呢。您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甘蔗啊？甘蔗这里种起来的，运到这那边做，哎，做甘蔗呢。您这是这里，这是这里种起来运给他做。种起来我没看见有甘蔗哈，可是在哪儿了甘蔗？甘蔗这里全部种起来是甘蔗。啊？现在挖嘞，现在挖嘞。您这甘蔗不是竖着长着，是种这里种起来。种时间到了，然后快快收收成了，把它的挖起来埋在泥土里。哦，就埋着放着储存，哎哎，相当于我们地窖是吧？哎哎，都是吗？这底下这里都是。您给我掀开看看，都是这样存着。哎，都是这样子的，你看。哦，下面都是。我看见了。但是啊，没事。那你看这个埋着太脏了呀，不脏吗？这个脏拿起来，你给它加工的时候给它洗干净的。现在就是挖起来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这样，都是这种黑的呀，就这么贴着泥土啊，这底下。这个哎，就贴着泥土。这里边又是泥，又是土，又是水。有地气。哦，又是土又是水，就这么埋着。哎，就是这样子埋的。啊，这样就还好吃。很好吃的。是吗？嗯。我拿一根给你吃吃是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你给我尝尝。白的，全部是白的。我给你吃一根，我吃好吃不好吃吃，味道尝尝吃，好吧？就这样，哎，这么这样吃啊？哎，可以的，尝尝味道。这个好像有点下不去嘴，我觉得太脏了，这样的感觉。就这么洗澡就是有点脏啊。我这个手好脏啊。好吧，我尝尝。很甜的。啊，真是。可以吧？很甜，还很香，真是，嗯，那种清香味儿特别重，这个真是挺不错的。您平常都怎么吃啊？平常要洗干净的，要洗洗吃，要洗洗。平常啊，您是愿意在那儿坐着洗甘蔗，还是愿意在这儿扛甘蔗、挖甘蔗？挖甘蔗。愿意挖甘蔗。愿意挖甘蔗。洗多轻松啊，挖甘蔗。洗很难洗，很难擦的。很难擦。嗯，你看。哎，这个还挺好擦的。挺好擦的，很用力的。很用力的。啊。是啊哈，这块还可以。不用力才不干净的。不用力哦，洗这个还不是个，那挺还是个技术活。哎，技术活。还是个技术活是吧？技术活。啊，洗甘蔗的人在哪洗？您送过去。在河里洗有。哎。啊，再送过去，在外边。送过去，送过去。嗯。哦，
这里没有水洗。哦，明白了。甘蔗在地里埋藏一段时间，增加甜度之后，就要被重新挖出来，清洗外皮上粘连的腐叶和泥土。但是，为什么农民更愿意搬运这一捆捆沉甸甸的甘蔗，而不愿意做清洗这种在想象中更为轻松的工作呢？我们紧接着就去寻找答案。你好，你好，打扰一下。洗甘蔗呢？对呀、啊。都是这么多人洗吗？是的。每天都这么多人洗啊？哎，洗干净很费劲吗？嗯，有点费劲的，要一定要洗干净的，让这样子干净才算好的。哦、就是从这样洗的是吗？嗯，这个是这么脏的嘛，我们一定要洗得这么干净，要洗干净才好呀。哦，是的。这个洗干净很费事吗？对，今天冬天冷了，水又很冰。啊、嗯，每天嘛洗洗嘛，手都裂掉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是的。哦，我看看你们的手，有裂的吗？裂，我现在还好，都是擦了一点点东西，擦了擦。啊、哦嗯，这是洗了卖是吗？对啊，洗了卖。为什么不削了皮儿来卖呢？削了皮放不住，放不住。哎，只能放一天、哦，到第二天就会坏掉，不能吃。哦，那你们那个。哎就是平常就是这样洗了以后，连皮儿一起放着，然后去卖。哦，对，都把它切成段。什么样子的？那样子的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我们就是洗完之后切成段，这样包装起来。哦，就这个哦，这小箱子里都是甘蔗。对呀、啊哦，对，我们做这样的呀。啊、哦，那你这样就比那个能放多久呢？这个可以放一个礼拜。放一个礼拜。哎，冷藏可以放一个礼拜。啊、哦，是的。那您这个甘蔗要都每个都要洗，一天都要洗很多吗？很多很多，因为出售量很多嘛。啊、哦。嗯，是的。咱们要洗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这样封起来卖了呢？就像洗到这种程度。就是用这种甘蔗洗，这就从地里刨出来的甘蔗吗？哎、对，这是刨出来的。哦，嗯，你这个洗很麻烦吗？你洗个我看一下。洗麻烦。找一个干脏的给我洗个，我看一下。脏一点的，脏一点的，找一个最脏的，这个吧，这个吧。哎，哦，这个甘蔗还真是。真的很脏的。我们都要这样洗洗洗。哦，这个费劲呢，速度很慢啊，这样洗起来。是你是你快一点洗不行吗？快点洗不干净的呀，这个一定要洗干净才卫生呀。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这样快一点。哎，你们用这个刷子洗不行吗？这个不洗，这个会伤甘蔗的呀。啊。这个我只是拿过来洗盆用的。洗盆用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哦，那不能用它来刷，是不是刷得干净一点呢？我觉得、哎、不行，不能刷的，刷甘蔗不能吃坏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会扎的嘛，甘蔗会受伤了就不好吃。哦、我们用它会柔软一点的呀。是这样子。哎，对。对对，那我洗一下。好，你来试一下。很麻烦吗？很冰的，很冰的。嗯，对。你拿着这个。好好，你试一下啊。嗯。来，试一下。就拿这个布对吧？啊，对对。这个手。就。对，就这么洗，很费劲的啊。哦，不是很容易洗。啊、是的，像我们洗习惯了。挂，你看这个地方都挂住这个线了。没事的，到时候会切掉、啊、这里会下掉。它也会挂手的，我觉得。对。不过抹布是最柔软的，不会伤甘蔗。哦。啊。哦，要这样一点一点洗。哎，对对，转过来，这个脏会黑色的就会摸掉、啊这个。哎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是不是太好洗？啊，这个是不好洗的啊。哎，我就觉得用这个洗挺好的、啊。对，这个不能洗，洗了不能吃的。哎，我因为会受，这里会皮会被刮掉，就不好吃。但是你慢一点不行吗？这还要很掌握这个手劲儿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要洗。哎，有技巧的。对，有技巧的。哦。嗯。哎呦，这洗起来真凉啊，这水。嗯，对，很冰的。哎呦，像冬天你为什么不用热水洗呢？热水，但是不能热水，冷水洗才好。啊，不能碰热水啊。对对对。哦。是的。还挺娇气的，我觉得它皮很重嘛。也还好。哎呦，太难洗了。嗯，这么难洗的干，你们为什么不用机器洗呢？机器，哎，好像听说潮汕是有个机器的啊、哦。是的。哎，是有个机器是吧？是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它那个机器呢？机器好像说只能顶一个人。顶一个人？啊、嗯，不会吧？我不
太清楚，是这么说的，大家都是那么传着的，啊，所以还不如手洗，手洗对。但是毕竟不用这样洗了，这多麻烦呀！有顶一个人也可以用啊，我觉得。那买台机器多贵呀，那我还不如手洗。啊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是有点道理。对啊。之前就是因为了解到在桃山有人发明出清洗甘蔗的机器，但是蔗农的话却让我们感到担心，那台机器到底是不是只能比上一个人的速度呢？我们还是决定亲眼去见证一番。你好，你不，你好，吴文庆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发明人吴文庆发明项目甘蔗清洗机。吴文庆曾经在有机农场工作，但他自己又对农业机械兴趣浓厚，发明出的一台甘蔗清洗机很快就被附近的一个老板看中。正好这台机器在作坊中工作，我们就可以来一睹真相。你给我讲讲原理先。分泌的呢，这个啊，分泌是电子的呢。这里停止，他给你介绍的。这里开始，我这个嘛是毛刷哦。毛刷这个甘蔗呢放进去呢，这个呢两边刷，布两边刷，还有水下来这样子。水哦，接一个水管子在下面冲，然后这就这个刷子在刷是吗？刷子两根棍子在这里转的，把这个平面呢把它刷刷干净。这边一对。哦，还有一对哦，看见了。这个上下的。一共是四个毛刷。四个。硬吗这个东西？软的。软的啊，我以为是硬的呢。那咱试试好不好？是，你试试。林老板已经能很熟练地操作机器了，甘蔗清洗机果然可以省去手沾水划破手的烦恼。那么他今天把吴文庆叫过来，难道是对哪里不满意吗？哎，还挺好用的哈。可以了。干净吗？我看一下。不干净啊，这洗的。不干净啊。这都没洗掉。不光啊。这个没洗掉啊，这个洗不掉。洗得掉的，就没洗掉。手摸一下就洗掉了，你拿一条给我，我来洗。为什么他洗干净，你那个机器洗不干净呢？机器它现在是刚刚操作，不会洗，我来。是你能洗干净，你认为是他操作的不好？他说您操作的不行是吗？啊，我也看看他操作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转一下周围。哦，就要把它拿起来，还要转一下。那如果一个方向电子它是不行的。就一个方向，哪个你再给我演示一下。就光一个方向不行。转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转？转一下嘛，不过老是电子这边就是就是没有转。原来林老板是对甘蔗清洗机的清洗效果不满意，为了让林老板信服，吴文庆主动给他演示着机器的正确使用方法。他坚信只要方法正确，就没有机器洗不了的甘蔗。你看一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媳妇儿，哎，真是干净了。您能看出来您跟他洗的不一样在哪儿吗？他的意思说他的方法呢都在里面转动，然后呢都抽几下啊，然后呢时间洗久一点。你觉得这样行吗？这样行，甘蔗是洗的行，干净是干净啊，它有时候洗久了它会上到皮米，这是一点。不会的，我这个毛刷拼起来是都是搞过好多适应的，这个就是这个材料搞了四五种。那我觉得进去以后不算很，它这个挺软的呀。但是现在摸是很软的，速度转起来它就硬起来了，速度快了吗？速度一起来就快了。速度转起来它就会硬了。速度会不会把这个皮儿伤了皮儿要紧吗？有什么要紧呢？伤到皮，这个一放它就会变质。变质。质量会变掉。那这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咱们那个能不能这样？我觉得啊，咱找个东西来测试一下这机器。人说转起来速度就很快。我说咱们找一点就是那个像小孩子玩的那种气球，行吗？吹起来长一点的那个。新鲜甘蔗的外皮清脆易破，机器中的毛刷滚到底会不会对外皮造成伤害呢？我们用轻柔的气球来做个验证。这个行吗？这个这么软的，这个肯定会破掉哦。咱试一下行吗？可以啊。
你觉得会破吗？不会破。不会破、啊、你是什么？如果肯定会破的啊。娇嫩的气球一被放入机器中，大家都不由得捏了把汗，气球能否在清洗机中完好无损呢？没事啊，没事 ，OK， 这个啊，来我来，我来一下，破了怎么办？没事是吧？还可以吧。在吴文庆的现身说法下，甘蔗清洗机已经可以证明了自己能将甘蔗清洗干净的本领，但是林老板又对它的效率提出了要求。也就是说，速度人家说你赶不上，能赶上多少人？大概两三个人吧，一台机器。就赶两个啊？五个人。五个哪里三个人？没有的，没这么快的。就这一个机器跟这三位哪个快一点？你可以试一下吗？我说肯定我这个快。嗯、就是那咱就三个人比一下，正好就这三个人，咱就比一下吧。来。一台机器和三名人工分别准备用50根甘蔗，在现场立刻来一场速度和效果的比拼。我喊开始啊！开始。看谁快啊！快快快，动作快点儿！现场三位人工用最熟练的手法，将原本乌黑的甘蔗还原出翠绿的外皮。但是看样子，机器的效率并非比人工快。吴文庆有点着急了。人家比你的洗的快多了，你看人家都快洗完，就剩一二三四五六，还剩10根不到了。您这可是还有？哎，你这还有30多根呢，这人家剩十根。啊，不行！我你拿两个呀。不愧是对自己发明的机器最了解，吴文庆双手各拿一根甘蔗，速度明显比原来快了一倍，一个不小心甘蔗都飞了出去。你看它搞不动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搞一下两下可以这样搞的，不累死了是不是？还搞得动吗？哎，怎么也搞不动啊？啊，轻松的，轻松的，他吹牛逼也听他的。完了吗？您这儿还有几根？您这儿还有，就剩一根，还有一根了。您这儿还有几根？还有一根了。我没了。你没了？没有。那边没有了。啊，您这有最后一根了，是吧？最后一根了。好。啊，您那也最后一根。我最后一根了，最后一根了。没有了。这么快，你们啊？对呀。好，吴师傅，最后一根了，到他已经有一个人完了啊，还有两根。啊，你还有两根能弄掉，马上就完了。哎呦，他搞不动，飞出去一趟，他搞不动了，都洗干净了。啊，好，完了，吴师傅停吧，别费劲了，还剩下，你这还倒是剩下小的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两根算一根吧，6根。怎么样？好像后边速度确实是快哈。速度是比我快，不过坚持不了多久。最好找个蜈蚣过来，亲自手帮你弄，最好一轻巧一斤一下子进去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觉得他的机器比你们洗的干净吗？来看看质量吧。我的也是可以的，很干净的。他那个机器洗的要是差一点，哪差？黑黑的也有哎，我们那个黑黑的没有哎。把你的好的也干净的，这条可以哦，这两个一比啊，这个还行。这个污垢就没有了，这个就还有，是不是啊？对对。问题就在这个污垢。这两个还真是一样的啊，总体的还行哈。您刚才觉得用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用起来感觉这个就是可以还可以，但是这个速度这个这样子手工这样搞呢，手指酸了，还是酸了。质量还行是吧？质量还行，就是说速度呢就比较慢，就是说一台机器只能顶两三个人。您希望顶几个人？假如顶个10来个人最好，是不是？顶个10来个人，对啊，能做得到吗？我再研究。
再研究这个再快点起来，哎，这个就是您再把它的数提高一点还是怎么？不是，这个疼痛这个不要人工了，我记下来，不要人工了，就是说不要人工这么吃力，这个我也太吃力了，手也伤了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台甘蔗清洗机确实没有节省太多人力。吴恩庆也想能将效率做到更大提升，奔着这个目的，第二代甘蔗清洗机就问世了。我这个第一台机器在这边，给你看看，做好了，这个、好漂亮嘞！在哪了？啊、哦，这么大个儿啊！哎，这么长。哇，我那个现在是实心的，那个是半自动的，我这个是可以全自动的。这个机器要当、这个、这么整个这么大都是啊？6厘米长，哎，整个我这个现在就是一放上去就自动下去了。吴文庆改进后的甘蔗清洗机，将甘蔗平放在机器入料口的导轨上，两个往返移动旋转的橡皮滚将甘蔗输送到机器内部，甘蔗依次经过里面六组上下并列的毛刷滚，最终被机器上方喷出的水流清洗干净。它要这样转动？第一代没有的，第一代要人工的，就是毛刷。啊，这个现在输送进去。它在里边被。哎，在里边洗啊、哦，在里边洗啊、哦。啊。哎。啊，在那搅来着。哦，现在再淋一遍水。啊，出来了。第二代甘蔗清洗机果然解放了人手工操作，只要将甘蔗摆放在机器上，就能够被自动送入内部清洗。周围很快就聚集起来，看热闹的群众。这样你觉得比人手工快吗？人手工洗肯定很累，因为当时我爸妈手洗的都是水泡、血泡都出来的，很辛苦的。这个要用人工来洗的。所以你拍个照片给他们看。对对，就是想拍下来，然后给我爸爸妈妈看一下现在就是洗甘蔗的这种方式，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种甘蔗了，但是他们肯定也会觉得这很有意思，因为他。肯定会让他们想起他们以前就是干活的那种辛苦。你觉得他这比人手工洗要快还是慢？比手工洗得快。比手工洗得快。这份机器的手工洗得快。但从那边进来到这边和这个时间和手工洗的时间？现在大概这个机器用手工洗的话，可能我估计啊，这样手工洗跟这个起码要5根到6根的时间快。哦，您觉得它比还要快到5、6根？对。庞老师，你看这个机器确实可以一次性啊洗很多的甘蔗，非常的方便。但是我看到它有一个装置，好像有两个这种橡胶的滚，这两个滚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呢？在这儿呢，我也做了两个滚子。通过我这演示，我想你应该知道它这个滚子的作用。这两个滚子呢可以这样转动，因为它是要大批量的洗这个甘蔗，嗯，甘蔗呢就放到了这个位置啊。哦，它是起到一个固定把它夹住的这么一个作用。有这么个作用。这样别着急，我们再看。嗯，刷子是在下方，在这儿。哎，这儿刷。刷。如果说我只这么转动这个两个滚子，你看洗出来的甘蔗会怎么样？是不是下边干净了？是，好像它没有一个上边，对，它是横向这样运动，但是它没有一个纵向的运动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滚子的另一个功能能够体现出来，就是向前输送甘蔗，你刚才看到了。但是如果滚子在向前输送的同时，它要做这样的运动，它要不仅要向前输送，还要自身360度旋转，对吧？对，让这个甘蔗呢完成来回的翻转。那我们看一看，这时候再洗出来的甘蔗就应该，哎，这样就干净了。所以您看，您这个演示非常的怎么说，一目了然吧？就是这个滚子其实只要这样一下，对吧？还要转，哎，就转一下就行了，它就过去了，哦，也就洗干净。好，听过彭老师这么一讲解，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。虽然啊，第一次比赛发明人是输了，但是经过改装之后的机器，它有哪些性能的提升呢？咱们一起去看一看。正当甘蔗清洗机给大伙演示的时候，旁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哎，您过来了，您过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新的机器出来了。你怎么那么没脸，脸上没表情，不高兴了是吗？怎么了？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，我家里那个机器比较慢，他说
听别人说你家新的机器出来了，要加快速度了嘛。这个比那个快一半，快一半就好嘛，是不是？那我那个旧的拉过来给你换。啊？你要换？啊？想换了？不行啊。你看了他这个机器了吗？怎么样？你好，今天怎么那么大怨气儿？我看人家不高兴。你把机器拿过来了？哎，拉过来，拉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速度跟不上啊，还要叫工人。让他修一修是吧？修一修，我直接给他换。啊，让他换。吴总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这个机器产量能跟得上我那个快一倍，就什么事情不好说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关键不是钱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产量跟质量的问题。能快一倍吗？你现在比他？能快一倍，就是说您觉得要是能快一倍，您就能接受。哎，能快一倍就可以接受。啊，那您觉得能快一倍？一倍以上。啊，七八个人。那他说您信吗？他说您信吗？啊，你这样牛吹起来，看看我，试试看嘛。试试看。啊，你开起来给他看一下速度。要不这样吧，要不这样，你那个机器不是已经拉来了吗？拉来了，拉来了。咱就把您那个机器和这个机器咱对比一下，同时工作，这一下时间好不？好不好？这样行吗？行吧，那来，咱来一次对比。好的，来，咱去把机器抬进来。早就对一代机器的速度感到无奈，这回听说二代机器能比原来的快一倍，林老板倒真是想见识一下，现场立刻组装好机器，接通电源，来一场真实的较量。不，你们这都收拾好了对吧？哎，好了那开始比赛吧。那个多少根干着怎么比？我们细多少？一个人五十根。一个人五十根是吧？行吧，一个人五十根，看那个那个也五十根啊。啊，那比我快了还一五十啊？那怎么？哎，对啊，你比人家快了。对啊，不平等。那你们俩商量多少？一百根，我一百根，你一百根，你五十根。啊，那好吧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啊，咱们受累几位来看的，谁觉得要是觉得他能赢的，咱们就站到这边给他加油；要是觉得这边加油能赢的，给他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赢了有什么奖励啊，老板？盈利分甘蔗，怎么分？分甘蔗一个人一根两根。要多少你？要十根。十根行吗？五根啊，五根。一根甘蔗多少钱？你能不能？一根甘蔗十五块。四五块。十五块。十五块。哎，哦，一根甘蔗十五块。人要讨150块钱的红包呢，行吗？可以吗？支持我，付200。要是他要赢了，要出多少根？你给多少根？现金200。现金200。好吧，开始吧，那咱们开始站队吧。好，您这是50是吧？您这是100，点好了。点好了，100。能胜吗？你们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在这看，我问一下，您觉得他们俩这五十这一百谁会胜利？谁先弄完？我觉得那个还胜利。那个会胜利。您觉得呢？啊？您觉得哪边能？先弄完，那边能弄完。啊，给我来点信心好不好？您觉得呢？啊，你要给我来点信心啊！我觉得我这个会快一点。你觉得这个会快一点？啊，为什么？这个，你看过那个吗？这个，我这个那个没看过呢。您认识？您认识他？啊，他是糖厂老板。啊，糖厂老板。啊，那您是不是也用干？你对。啊，你认识的是吧？我朋友带过来看你机器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瞬间就是糖厂这个给。哎，糖厂是不是也经常用这种机器啊？啊，糖厂用的比较大，这机器呢。也经常要用。啊，对对对，用的很大的，甘蔗用的很大的呢。哦，那您也是也可以看看这机器吗？对，我看看。您怎么对他没？您对这两个机器，您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？我觉得这个会赢。为什么？我那个妹子，我还没看明白，对吧？还没看明白啊啊。您这儿就有四个支持者，我看看这边有几个。您这几个支持人，支持者也不多呀。你这四个，他们现在忙，没时间过来。支持我的人很多哎，啊，他没时间过来。您为什么支持？我看着像一条生产线，那个就像一个单独的机器，还要人操作啊。这个系统性好一些。好吧，啊，来吧，开始吧，那咱们。这场比赛的动静可不小，连糖厂老板都慕名而来。如果真能赢得他的信任，吴文庆可就不只是高兴了。林老板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不紧不慢，看看今天的二代机到底能有多大本领。
你看人一下洗两个，他洗两个啊，我也两个毛，洗发水啊。看到二代清洗机势头猛进，林老板不甘落后，立马拿起两根甘蔗同时放入机器中。吴文庆这边虽然没有热情高涨的拉拉队，但是在他的内心已经做好了接受比赛胜利的欢呼声。两个就两个吗？人家也两个了。他两个吗？他两个我三根啊，他我三根。清洗机有条不紊地工作着，一根根乌黑的甘蔗经过机器耐心的冲刷，都还原出原本翠绿的外衣。哇，你这还有美女助战，那费事的。人家这边可是三根了，您这儿是三根了。你是三根，三根，那我只有两只手，没办法。我爱你这一团吗？那你再加点四根、五根、六根吧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你那还这么多人都快洗完了，我在那里这么洗的吴师傅，人可是人都快洗完了，人家都洗完了，不要吹牛，我告诉你。哦，我们放了四根肉，四根肉进去了，太棒了！你看人那四根都进去了。此时的林老板多少有些无奈，面对这台需要人手工操作的半自动甘蔗清洗机，除非自己变身为三头六臂，才能将速度赶超对面的吴文庆。二代清洗机已经不局限于一次清洗三根甘蔗了，吴文庆为了加快效率，给机器里塞满了甘蔗，甚至有甘蔗都被挤成了两半。每次被输送清洗的甘蔗量还是需要控制啊，可是就在二代清洗机飞速运转只等胜利的时候，突然现场传来一声巨响，马上就要完了，马上就要完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叔叔，哎呦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刚出什么事了？这里就激动了，这里就是那个手镯断掉了，那个这个掉下去了。我洗了，机器怎么了？坏掉了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夹在里边了是吗？是。来了。这个断了。轴断了。换一个吧。轴断了。这个断掉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这个断了。怎么了？断了这个。轴断了，刚才那一声是。那声手断了，手断了，这个就是放的太粗了，十根。我设置的时候是五根，然后他们加油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。拼命放，放量太多了，这承受力不够。那您这个还能再接着干吗？不行，我今天统统拆下来，比较麻烦。修好修吗？修比较麻烦的。怎么？再要拆，还有这个拿掉，那个拿掉，还有马达。要拆下来才能。马达三个是吧？这个链条。那就先到这儿吧，还剩几根？三根，三根。还剩三根。数量上还是。嗯。他这边还剩的多哈，您那边还剩六根。六根。我是六根。哦，那还是速度快，质量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质量好吗？好，这个
这个是洗干净的。这个也没洗干净啊，洗好啊。这是啊，为了比赛啊。是为了这个比赛，为了太求速度了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求速度了。平常洗的也那么脏吗？平常洗的很干净的。平常洗，但是它这个质量还是挺好的。它这个对。嗯，你觉得他这机器怎么样？他机器速度是跟你这样坏掉了不行吗？跟不上我。你会，您是打算把那机器？那不换了，不换了，我拉回去了。你拉回去？这个小毛病嘛，小毛病嘛，马上一会儿就。文庆尽力挽回机器的颜面，滚轴断了还是小事，可现在连糖厂老板都不愿意买账了。老坏那不行啊，但是他那个慢，机器不坏坏，你这老坏那不行。那我这个是小毛病 啊，这个是小毛病。哎，给大家小毛病，刚刚试，现在试而已。我现在修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您还要你那个机器吗？我不换了，真的是老坏老坏。不行了啊！不行了啊！不行了，我走了。我还是就是上医院的，在后面的。是的呀，我这个东西就是老坏，不是我这个小毛病啊，小毛病，那已经如果要换洗，也是没用的。我看下面的，你下次我这个重新搞，改进一下。我现在这个也还给你，不要了。这个号码你看改好了，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再过来看看。啊，行行行。本以为可以大获全胜，但是没想到今天不仅输了比赛，更是输了机器的一位最有力的支持者。吴文庆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失落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吴文庆这次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要将机器改进得更为耐用。他从结构和材料上都做了加固，研发好之后就带着记者前来参观。机器第三代了吧？这是？哎，这第三代了。这您哎，嗯，在哪了？机器？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个？哎。哦，这第三代哦，已经装。哎，你这要卸下来吗？还是？我专车运到糖厂去。运到糖厂去？哎。啊、哦。糖厂，我上次给他看了这次第三代给他。在一起就你们已经说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没说好就要给人运过去。哎，没事的，我这个是补顶漆，补顶漆这个好看点。你这还没用过呢？哎，还没有用过，还试也没试，试都没试过，没试，一根甘蔗都没放上过吗？哎，没有，一根也没有。你看，那你要出到那边出事了怎么办啊？咱们这可是真的去比赛去，你要万一这个我有信心，万一要不好了，咱们。我这个百分百的，百分百有信心。哎，那你那些原来那些你都克服了吗？那些问题、都克服了。断轴啊，还有那个跑偏的问题，都解决了。反正咱就都得拍着，你要这样要不好，咱们就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记录下来。不管你成功不成功，我们一定会都记录下来。您要就是您可别后悔。我承担责任。好吧。嗯。好，反正要坏了，我们也要如实记录的啊。好。嗯。还没来得及等油漆晾干，吴文庆就要把甘蔗清洗机抬到糖厂去给老板看看。这台新鲜出炉的机器刚刚在糖厂落地，老板就闻声出来一探究竟。哎，我说你干什么呀？哎，高，今天给你板车。哎，站长，我干机器清洗机拉过来了。那我上次换了，那处理好了。哎，处理好了。哎，出来了，你不打个招呼啊？你就拉过来了。没事的呢，我这个是第三代了，我这个很好了，这个机器。你这不是全是买全卖吗？我哪里？你这样，这样子拉过来给我。你放心，这样子，我这个好，我这个你留下；不好，我拉走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弄？那放下。哎，我们那边给你现场给你搞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怎么样？哎，厂长你好。行，怎么样？商量好了吗？可以。商量好了。可以。我试好了给他。啊，那今天那个，我们真在这儿试，是吧？对，给他试试，我就是是段子来讲。啊。我们是厂里面真需要他这样的机器，但是他那个人工啊，我们用人工洗面那个费用太高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啊。很需要他这样的机器，但是他的机器不知道好不好。啊，您还是有点担心。不放心，真好的话，我们厂里需要两三台。需要这么多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？我们的产量很高。哦，是什么？做什么呀？做红糖的。
这间糖厂是目前少有的纯手工制糖工厂，可目前依然摆脱不了手工洗甘蔗。老板内心对机器还是很有兴趣的。我这个最新的一代，你当时那个小工怎么做出来的？漂亮不漂亮不？啊，漂亮不？啊？漂亮是漂亮啊，不，再不会出上次那小毛病吗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不会，一百分之百的。上次出来的小毛病是。上次都搞好了，统统我这个另外设置了，就加一组毛刷了。那个是六组，我这个七组，一二三四，第一个桶是四个，这个是三组，那个是两组。哎，洗得还干净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上回那个轴不是断了吗？轴断了，现在不会了。这个是设置就不会断了。它那个轴呢太长了，我这个呢这样子哦，这个轴承这个放在这个位置的。那个放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就是这个放在里边了，短这么多了。这个轴承短了。以前这个轴长。轴长，长了这个负载力就高了。越短，如果同样粗的规格是越短，它的承受力是越高。如果是我们是越长，就是同样的规格、同样大小啊，越长就这个承受力就越差。你这一台机器能备多少个那个员工啊？十个人，你叫十个人过来。十个人啊？哎，我快还是他们快？要男的叫过来。你这洗要四季洗长，那这不会出问题吧？出问题找我。出问题找你们麻烦了。哪里麻烦？就不会的嘛，我那个工厂不能停落的，不能说洗到一半，我要停到那个，你那洗到那就完了。这样子的。放心，放心，你如果要那个，我们还要三包的。等一下开始比一下，我叫员工过来给你比赛一下。好，你走吧。来到糖厂老板的地盘上，这里既不缺甘蔗，更不缺洗甘蔗的能手们。吴文庆这一次客场作战，胜负难料啊。那咱们开始比赛，明天已经准备好工人了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人哈，咱们一共您这边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啊，然后咱们是这样，咱们比半个小时，好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咱半个小时看最后都从这堆拿，最后看谁那个洗的，咱最后看谁洗的多，好吧？咱称重，行吧？好，那我说开始来，开始这姑娘过来帮我掐一下表，那个，开始，你帮我看到半个小时，告诉我啊。你开始了吗？哎，开始了啊。继续来，开始，大家可以拿着鞋来，加油啊！在以前用到的翠绿色外皮的甘蔗，主要以食用为主，它有易丝、精粹、多汁的特点，而这次比赛中用到的深紫色甘蔗含糖量较高，主要作为制糖的原料，所以这里的人工队个个都是洗甘蔗能手，虽然他们年纪较长，但都有着丰富的经验，手法熟练。吴文庆，你可得加油啊。一次差不多放八根。虽然这种甘蔗是制糖使用，但是它同样对甘蔗的清洁程度要求很高，因为这关乎到最终糖品的纯度。炸糖了是吧？对，喜欢直接炸，好，要洗干净的。怎么样，师傅？您觉得你们这边能赢吗？肯定能赢。肯定能赢啊！肯定。哦。你看我现在多干净，你看。你洗得干净。干净。洗得干净的啊！是。我看您也洗得挺快的，您这边能赢他们吗？能赢吗？赢。来来，可是你们老板对你们没信心啊。没信心？有。你有信心吗？有。你有信心？好，那咱们快点。耶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这个走掉了吗？这个。啊？这个皮带上了。我看看怎么了。
温度很高，我摸摸。你看。哦，这个很热，这个我不敢摸。多水。啊，哦，搁点水。哎呦，都开水了。那我这样，咱比赛暂停好不好？暂停啊。好。哦，你看那边师傅也都停下了啊。哎，速度还可以，洗得干净。速度还可以啊，但是您这机器用不了，用八分钟就坏。对，八分钟坏就是这个是把那个头寸呢太大了，太大了皮带呢进去就自转了，自转就发热，发热就定期就是。那怎么？咱们等着回来，咱们再继续比。哎，好吧，哎，我这表还给你掐着呢。好。吴文庆抓紧时间，赶紧换上一个新的零件。虽然是背水一战，但他这次是有着必胜的决心。好了哈，来，咱们继续开始吧，开始。继续投入比赛的吴文庆要大显身手了。虽然改进后的第三代甘蔗清洗机缩短了中轴的长度，但是却增大了整个滚轴的直径，增加的有效宽度可以一次放入更多的甘蔗。机器火力全开，想要在众人面前展示出最强的本领。人工队的师傅们更是不甘示弱，想着这台初出茅庐的机器怎能比得上自己十几年的老手艺。现场火药味十足，比赛逐渐接近尾声。没出汗，谁有？你们觉得谁的洗的多？洗的，你就洗的不行，你也洗的不行。那把这个放到没洗的那边。没洗。咱是先看看质量吧，一会儿称吧。来看看两边质量，这是你们洗过的。哎，我拿上来看看。哎，这个是机器洗的，质量还稍微好一点。它也没有洗掉这个脏地的。这个我看实在太脏了吧，很难洗的这个，这机器。那这个是不是洗的太脏？这不能合格。这些还行是吧？但是也多少有一点脏。这个还马马虎虎。啊。不怎么太好。啊，还是有脏的。师傅们一块去看吴师傅洗的，你们觉得干净吗？都还行。还是机器洗的干净哈。机器洗的干净。哦。机器看起来机器这个速度还快。那咱们称重吧。只是清洗的质量不同，那最后哪方清洗的数量多呢？256公斤。团长，您那十位工人是205公斤。205公斤，多了50公斤。谁赢了？他们赢了。啊？谁赢了？也是赢了。把最台机器先留着吧。嗯。啊，用了。以后要感觉好了，我还得用两台在厂里。那就是说您打算买了是吧？买了。哦，那还是不错，那机器还是卖出去了。还真不错。吴文庆改进后的甘蔗清洗机，将甘蔗平放在机器入料口的导轨上，两个往返移动旋转的橡皮滚，将甘蔗输送到机器内部，甘蔗依次经过里面六组上下并列的毛刷滚。最终被机器上方喷出的水流清洗干净。从这个机器的角度来看啊，它其中我觉得比较巧思的地方，主要就是这个甘蔗清洗呢，它本身是个圆的，现在它这个牵引呢通过曲柄，然后使得这个牵引轴有一个平行的一个移动，这个移动之后就带动这个甘蔗可以旋转起来。这样的话，使得这个清洗呢非常容易，就把它清洗得很干净。目前来说呢，就是它对这个甘蔗的直径，变化它有考虑，但是这个考虑还不够。这一点呢，如果加以改进之后，可能适应性会更好一些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。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冯老师，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西，下期再见。
秋风乍起，又见花生破土而出。花生好吃，收获难，繁重的劳动让人苦不堪言。这是三个有梦想的人，他们立志要让收获花生变得轻松简单。他们的梦想能否实现？这台花生收获机又有着怎样的表现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又见落花生。